各位晚安，欢迎大家今日最后一次参加我哋呢个晚会。咁喺介绍郭德国之前咧，系最后一次同大家介绍一下你哋刚才入场嗰个音乐系2000年前巴里语嘅音乐，咁系好清静嘅音乐，系好值得大家欣赏。咁喺介绍我哋嘉宾之前咧，就想介绍一下Dr. Koch 系联合建世界和平城比人尼基金发展星马港的代表，他亦都是蒙古驻港领事兼馆长、国际释迦文化中心的主席、斯里兰卡最高荣誉佛学博士。咁阿郭博士是世界上第一个俗家人得到呢个荣衔，他亦都是中国北京农业大学荣誉博士，亦都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得到释迦牟尼的舍利子。咁喺近呢十多年，阿 Doctor 咧就不断咁推广对共产国家推广呢个释迦牟尼嘅文化，亦都得到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嘅邀请去到苏联讲学。而家佢亦都系筹办咗东方文化复兴会。阿 Doctor 希望用释迦文化去配合马克思的思想的精神，来希望我们中国去面对这个新的21世纪，也都得到国内有些知识的分子大力支持，所以在中国已经成立第一所释迦牟尼中心。阿 Doctor 跟大家今晚讲一些可以俾我哋運用嘅技巧啊，嘅啟示之前，就希望請咗劉先生，匯豐銀行嘅總經理劉志傑先生，同大家講一講佢近來即係學咗Doctor 跟住咗 Doctor 嘅心得。請劉先生。各位你哋好。今次咧就係博士咧係呢五講之中咧就最後一講，第五講亦都係應該係喺1993年嘅最後一講。咁而今次呢一講係同以往唔同嘅咧，係今次係動作咧，同埋有嘢做嘅。咁以我自己嘅心得嚟講咧，因為我跟博士學這個靜坐這個呼吸咁樣咧，嗰個功效咧喺前嗰四講，我哋亦都係大約咁講咗。咁我希望喺呢度咧，就提議大家咧學咗嗰陣時，或者知道點樣做嗰陣時咧，最緊要就係話你係踏出第一步，就係話如果你哋唔做咧係冇用嘅。即係大家知道咧，即係做體育咧對身體好嘅，但係因為有100個理由咧，大家都唔起身早啲做運動，咁變咗咧就。去到我哋而家咁嘅年纪都冇做运动，咁啊好彩就识咗阿博士，就话喺年纪之前咧就话我做阿博士启发心智嗰个方式，咁变咗咧个人完全唔同咗。咁我希望咧你哋睇咗之后、听咗之后咧，能够踏出第一步，咁然后一路咧继续咁做嗰阵时咧。自然有一種力在你自己的心那裡是會一路繼續，因為你覺得呢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看的時候呢是有很大的進步的，
咁希望喺呢个咁嘅过程之中咧，啊，你哋自己就启发咗你哋嘅心性，启发咗你自己个心。咁咧，我唔喺呢度再多讲，但系咧，我就请咧邓志伟先生，就系呢个中星慈善社嗰个社长，同你哋讲几句。邓生。各位你好，咁啊，我喺呢处咧想讲一个事实俾大家听下，咁啊觉得又好奇妙，咁啊就十六号嗰阵时候咧，我就跟阿 Doctor 咧就去咗泰国，咁啊参加一个印尼同埋呢个泰国咧一起合著做一个呢个佛像一个典礼，当时就有呢个教皇啊。有众部长啊，咁都有参加呢个盛会嘅。咁呢位印尼嘅富商姓 Tom 嘅，佢系带咗125个信徒咧，就去到泰国。咁佢又讲一件事咧，我觉得系好有趣，又想俾大家分享一下，就系话咧，佢早一年咧吓。就几月之前，我唔记得呢个日子，就系话同阿 Doctor 咧，就喺梅县蕉岭嗰度咧，就有一个佛学嘅释迦牟尼嘅文化中心喺呢个中国广东省嘅梅县度咧，建啦。咁啊，特即系请咗特意请咗 Doctor 咧，就去做一个叫做嗰啲开幕仪式。咁阿 Doctor 就大家咧就用一啲瑞士嘅嚟到，我相信喺大家睇到啲报章嗰度睇过啦，就话用佢嚟做叫做做法啊，或者点我唔知啊。咁个效果咧，就今次咧就佢翻到嚟咧，佢就话啦，佢话喺梅县呢度咧，就原来嗰个地方咧最主要嘅经济嘅来源咧就系、呢个水泥厂，咁啊水泥厂最紧要咧就靠咩咧？就靠用呢个山上嘅水咧，就系流落嚟，咁啊一直喺山上咧落嚟咧，就使到啲发电厂咧就系会发电，而使到佢哋可以生产啲好平价嘅水泥，咁啊咧就或者大家咧可以查一下。梅县咧有差唔多成100年以来咧都系8月、9月、10月或者11月咧都系停，即系冇生产或者冇电，因为点解嗰度冇水流落嚟？咁佢就当时个富商大把钱啦，佢就不如咁啦，你哋呢个佛学呢个中心咧，就呢个文化中心，不如我津贴啲钱俾你哋，等啲人嚟看守啊，或者其他嗰啲费用。咁呢啲国内嘅官员就话今年就唔使啦。点解咧？自从即系唔系呢个文化呢个中心就开工之后咧吓，唔知系咪 Doctor 做咗啲唔知系咪法术落去啊？咁啊 ，Doctor 又唔系嘅，呢啲系一个好科学嘅。个原理点嘅，稍后或者 Doctor 都会向我哋解释下，介绍下点样呢啲咁嘅法术啊。咁佢就话咧，就今年咧就已经有水喺山啊流落嚟，咁就成咁多月咧都冇停过工。咁冇停过工咧，佢就可以变咗咧，跟水泥就有生产，咁啊电力咧亦都有咗。咁佢哋每人咧就收入咗好多。咁啊，啲大陸國內人嗰啲官員咧，佢哋啲工作人員啊，或者啲工人咧，都有特別嘅獎金。咁佢就話咧，今次唔使你啲錢啊，我哋已經好好啊。咁希望咧，就以後咧，每年咧都係即係不停咁會有水流落嚟，我哋使到我哋啲生活咧，大家有改善。多謝各位。我听阿 Doctor 讲心经好，听阿 Doctor 讲平时即系做人处世也听咗8年，每一次都有 Doctor 俾到我有新嘅启示。咁我希望大家
今晚留心下 Dota 講，佢講我哋點樣去運用，點樣去配合用動作或者靜坐去配合，又希望我哋有一個好嘅心境。請阿 Dota。各位好朋友，好難得在最後的一次，仲93年，大家仲在一個很安定的環境相聚，亦都係好感謝過去和現在在香港經過很多人的建設，才有一個咁和平安定的場面。我亦都感謝我而家坐的地方。間接直接有關係為建造一個地方而形成今天這個聚會的人，在這裡致給他們一個誠心的祝福，希望在將來我們繼續可以保持一個這樣的局面。剛才鄧先生所說的我本身不需要他搞神弄鬼謀生，這個很重要。鄧先生所說在梅縣招領，現在叫做梅州市招領縣，即是以前在上海死守四行倉庫的謝仲元烈士的家鄉，亦都是中國第一座釋迦文化中心在那裡成立。那麼當日他請我奠基，那麼我之前呢，就我在十幾二十年前已經是得到一個已經死了一個奇人，是傳我很多法的，但很少公開。那一次在自己的國家第一次使用這個使用，就說等於大家有時候去一個地方飲茶或者吃飯，你坐下都覺得很舒服，可以留到腳，你會翻轉頭再去。但有時你個地方你坐低咧，你覺得咧好周身唔自在，你又講唔出咩原因。呢、這個又牽涉到咧，就話嗰個地場嘅同人體嘅感應嘅問題。咁我當年咧就係學過一套咧係轉移地場嘅法，我新人咧係冇用過。另外有一套咧就係大超度嘅怨氣嘅法咧，就係當年喺六四運動後咧，我亦都係做過。但當然在六四民運呢，就我是希望我有生之年呢不可以需要再用那套方法，但這套轉移地場方法呢，我是第一次在我自己國家做用，希望呢給自己的祖國帶來永遠的富強和安定。我們這個民族呢是經歷了苦難，所以啊，我呢就將以前在世界上搜集的泥土，我有多個地方的泥土，我特別呢有些泥土呢是我們自己修行人用，有些呢就是要來對一個地方的興盛用，但就不可以立亂用，有很多條件，就譬如說你去播種，你都要知道個季節，知道個土壤，知道當地的人有沒有這個福氣去承受這個果，你才可以用。所以十幾年來，雖然我燒死了，我剩下的方法才能夠在今年呢有因緣呢是用出去。那我當日呢就帶了在以前在瑞士
攞翻嚟嘅土壤。因為瑞士咧喺世界上咧係冇經過好長期嘅戰禍，同埋喺世界上咧差唔多係數一數二嘅富裕嘅國家嚟。咁我喺呢個奠基嘅儀式，我將我自己學嘅嘢咧就喺度為當地嘅人祝福，亦都做咗個方程式喺度，咁啊交咗俾佢哋嗰個縣委嘅縣長，叫佢哋將來電完機之後咧就擺落去。咁呢個咧就過程咧就唔可以講，因為我亦都唔希望話變咗神話，但希望解俾大家聽，用一個好科學。點解會有呢個現象呢？我哋中國人亦都傳低過話叫人傑地靈。如果你人個心唔好，個地咧就冇靈氣。好多人講話睇風水點樣，呢個世界如果真係有個地方撞咗落去可以保到你富貴，我哋喺清朝喺民國幾多達官貴人唔揀我哋先落葬呢？咁就始終全部走佬。但點解呢一套方法又可以有咁嘅感應呢？就話牽涉到一個宇宙嘅業力嘅感應嚟。大家要明白嗰個雨水點樣現出嚟，就話太陽落山，濕嘅空氣咧就下沉，凝聚咗一個土壤度。到朝頭早太陽出嚟一曬，啲水氣咧就上升，就凝聚咗啲雲，就可以落雨。咁但嗰個滋潤嘅氣由邊度嚟呢？就由嗰個人嘅當地嘅生物嗰個性度咧影響個氣場。譬如啲人鬥爭性強，個心境惡毒，佢吸完啲空氣入去之後轉化出嚟咧，就會消食咗喺空間嘅滋潤嘅氣場，變咗更加乾燥嘅空氣。但係喺中國幾十年來嘅閉關嘅文化壓抑，而家能夠搞到文化，所以當地啲人咧個心咧就開喺個思想上，哎呀多咗一套學問。一開咧，再加上即係我哋嗰個瑞士泥土嗰個功能咧，佢一個即係我哋做豆腐咧要攞一啲藥引一樣，佢先可以凝結嘅。所以你呢個一個宇宙嘅方苗藍。咁一變咗人嘅心一開，佢有一個呼吸過程咧。佢呼出嚟嘅氣咧就比較祥和，祥和咧就有滋潤，滋潤咧就感應咗個氣場，即係佢附近居住環境。咁啊，氣場有滋潤嘅成分，佢夜晚咧就會下沉，就藏咗喺個泥土度，泥土咧就會吸收。到朝頭早太陽出嚟一蒸發，就會上升啲氣體，就變咗凝結個雲霧。不是说有一个神或者一个什么神仙做法术，不是，那个是唯心所现，亦都是你个宇宙的业感缘起。亦都牵涉到呢，就说是当地的人的心一变，再加上我们的因缘呢再配合呢，就感应到一个地方的转变。今晚只不夠時間，但都希望盡量講，就大家都叫有緣分，一些常識大家要知道。好了，另外這裡牽涉到個地場主，就牽涉到我們啲人以前話點解會撞人，有風水影響後人，那個原理是點解呢？跟我們這套呢有少少異曲同工的。異曲同工呢就是話在我們的地球會在某一點，它有特別的地場的引力，
那引力呢就在半夜三点至五点的时候就很强。三点至五点如果有些伟人休息休息的时候他那些比较脑电波强的人，所以通常如果你伟人一定是那个思想特别发达，特别发达因为他脑电波特别活跃，他休息的时候他脑电波就会游离了，离开了个大脑的放射性特别强，在空间上都有他的电场在这里，那在个地球的电就会吸下去的，但他自己不会损失的，就是会吸下去。那吸下去呢，好了，因为牵涉到古代的时候那些滴血认亲的方法那个作用，就是譬如你的亲人是不是你的爸爸，那你找到筆石呢将个后人的点血滴下去呢，如果是他的仔的话呢就会吃落啲筆嗰啲筆石嗰度嘅，即係佢嗰啲鞋筆嗰度就嚟认亲嘅。咁透过呢个原理呢佢将佢个先人呢摆落喺个地球嗰点嗰度。咁夜晚呢个地嗰一点呢佢吸取嗰个日月嘅精华同埋空间嘅嗰个强嘅电波呢就经过啲筆石，咁啊附咗喺筆石嗰度，嗰度嘅元素。到佢太阳一出嚟，一蒸发，咁嗰个丝骨咧就会放射翻出嚟嘅。喺佢蒸发嗰时咧，佢将佢夜晚吸咗咁强嘅电波，佢附喺筆石度，佢重新会放射翻出嚟。放射翻出嚟咧，就根据嗰个滴血认亲嗰种咁嘅原理，就只有佢后人咧。首先我收得到的，那么后人收得到呢就比较影响了他间接性的大脑的活动比一般人强，变成他在做事的时候各方面就有帮助，但这个呢是帮助就不是说即是其中一个叫做我们叫做真相源，就是说、啊、你有这个有先天条件，你有努力，个人又 有信用，又守嗰个生活嘅批范，又得到人和，另外有一个咁嘅缺嚟帮到你咧，佢变咗咧就比较易成功。但当日有几多人会明白呢个过程咧？咁今晚又同大家讲，你相信你问咗啲风水佬，佢唔知点解，而家话俾你听点解。但最难咧就话。究竟呢个人佢咪真係揾到嗰一点呢？关键就喺呢度啦，因为将佢变嚟变去呢就变咗出嚟呢，就话你摆个张凳摆个张位呢，夜晚张床係点样摆呢，夜晚摆张床或者影响人安宁唔安宁呢，嗰啲好科学又唔关风水事，因为地球底下呢有地下水，佢地下水嗰时喺个地球底下有地下水流动呢，在个转弯位呢又有放射元素冲击呢就走出嚟。如果佢嗰点地下水经过你张床喺上面呢，佢会光扰人体。会光扰人体。但究竟世间啲人系咪真系可以把握到呢个咁嘅缺呢，就呢个就天了得啦。但你都可以话俾听，如果真系有咁嘅功夫嘅人呢，唔会收你钱。亦都唔会挂牌。自己大把钱啦，点会收你钱啫？佢真系咁有功夫嘅，养住几个亲戚朋友个个发晒达啦，做顾问，即系话俾你听啦，一挂啲招牌，就多数都唔灵，明唔明啊？点会收你钱啫？如果灵嘅，自己摆喺张台嗰个咧，点会教你啫？冇理由教你，即系唔系话我哋系好有把握，而系话。我哋唔会收嘅钱，我冇做外交官，突然间会做埋外交官，又识国际法例嘅，咁我点会收嘅钱嘅？即系我哋有嗰、那个，即系亦都可以话咧，唔需要吹水，即系话我哋系有一定嘅能力，系经过修行翻嚟有呢个能力，亦都有呢个常识，系睇到自然环境嘅学问咧，系喺边度比一般人多，所以咧就赢。
所以咧就话印尼呢个富商同我哋讲咧，我哋好开心。今世有机会做中国人，亦都一个因果嚟，亦都系一盘债嚟。我师父曾经交代过我，我亦都翻去揾翻我自己地方。佢我喺好多生前咧，喺中国某个地方咧，好多建设咧都系我。咁我自己去揾翻嚟，系恍如隔世。所以今日亦都喺香港出世，亦都得到好多恩缘啊，亦都得到刘先生嘅大力支持，即系几次嘅十几次嘅要求，你将你学嘅嘢唔好净系摆翻喺中国大陆啦，即系多啲俾香港人结缘。咁咧就促成咗我哋今日有见面嘅机会，大家应该珍惜。因为世界上而家所知道或者未知道嘅学问咧，其实系有啲系错紧嘅，不停都要改正。实际咧喺三千几年前，我哋系一个无断传承咧，系传到今日俾我哋。但好可惜，佢有好多障碍。我哋嘅导师同我讲过，你要承担嗰种知道嘢多嘅痛苦啊！我初期都唔明，佢唔知道咧就唔痛苦嘅，知道会痛苦嘅。若你知道，你又解决唔到。即系等于话，你知道如果你读完大学出嚟咧，个细路仔咧，你嘅儿女咧一定会好安乐，有一个生活嘅保障。咁你又好有心做为父母嘅，自己都好把用心栽培佢啦，点样去保护佢，点样供书教学。你知道如果佢肯读成嘅话咧，佢将来嘅生活咧应该冇问题，起码有张饭票。但佢都唔读嘅，咁你就真系冇计。最紧要我哋话我知道宇宙当然知唔晒啦，一比一多样嘢多。嗱，如果咁样做咧，个世界就会和平。同埋你知道你啲朋友，知道你嘅亲人，知道你嘅亲戚，你知得太多咧就仲痛苦。有知道人走嚟呃你，有知道人咧就今日唔呃你嘅，听日会呃你嘅。有知道呢个人咧，佢唔系呃自己，系连佢自己屋企人都呃埋嘅。咁你坐喺度知咁多嘢，又好痛苦嘅。所以咧，今日点解要讲呢啲嘢咧？就话大家有心理准备，你做我呢盘工作之后咧，你会知好多嘢，慢慢。咁用呢个化解咧，你一定有一个慈悲心喺度先可以化解。如果你冇一个慈悲心嘅力量咧，你又化解唔到嘅，你就唔知好过知，真系唔知好过知。譬如你知道，话今世你老婆。啊！原来前世咧，佢系同你有个咩怨气嘅，今世咧走埋嚟咧攞你命或者攞你债，咁你成晚瞓唔着，所以咧好多嘢咧你就唔知我知嘅。咁啊，点解用一个慈悲心去化解咧？早几日嘅例嚟噶，有个好朋友就话佢公司有条数咧要收人，所以咧我出信告人。我哋唔好告啊！我告咧就最衰嘅。佢唔系话最衰，我系嘅。我俾个方法你。我第一，你话俾听对方有冇能力，个对方有。我就系佢有钱唔俾先嬲啊嘛咁。我呢个梗系你错，就唔系佢错。点解你会做到人哋有钱都唔找数俾你咧？我哋自己错。我哋首先要有个慈悲心，就系佢有钱而唔俾人咧。就是他人身上呢有一个很大的障碍，你首先要同情他先，你自己正式一个的诚意呢，希望帮到他消除了这种障碍，你要跟他谈。那早几天间接传回来呢，就他原本收30万数，讲成了说找30万都要打官司，后来那个银主呢给了70万他的。
所以他很开心，因为他这样收税收多了之后，真事啊，不是说笑。所以就说我们当你的能力提高了，你看世情看多了，你一定有个谅解人的心。如果不是你就永远好东西看不到，看得衰的多，那你经常都被人影响，你经常都不开心。所以大家要这个一个守则，你一定要保持一个善意的心境去做我们这个功课。不是一定要做，因为世间的事呢没强迫性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说等于拿盆雨又是 一场雨水面对很多植物落雨的时候，但天雨呢就无私的。但每一种植物它吸收几多呢，这个不是我们控制。所以我们每一次出来讲话，无论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讲学都好，说话都是等于一落一场雨。但每一个人它吸收得几多，它消化得几多，它用得几多，它领悟得几多，或者他自己有没有将你讲的说话他曲解了或者误解了呢，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控制。虽然大家都属于生命的一种，都有个觉悟的种子在这里，但是能不能够开花结果呢，就每个人的因缘都不同，每个人的因缘都不同。我们只能够呢是给一个助缘，就是说给一个方法你，或者给一个帮助一些技巧，但究竟成不成就到呢，就是你自己的事。那我们未开始教导一次之前呢，就要简短介绍一下一个为什么要用功课去收集，而又先等到那个意念加强呢，就牵涉到人体的关系。我们今晚那个主题呢，是一阵间搞到健身的操。健身操呢，就大家小学都有做的，之后都做体操啊。但健身操呢，我相信现在世界呢就不多的。就增强那个心啊，那个这个体操呢就不多。我们今晚整套呢，就教健身操。每日都抽啲时间，咁我哋解释嘅理嘅唔系理论嚟噶，系嗰个实际存在。我哋点解由个心度入手，而可以平衡到我哋嗰个身体嘅阴阳调和咧，五脏六腑嘅功能加强佢咧，个水火相济咧。我哋平时好多人，他看书或者看很多哲学书的时候，他人很平静，都觉得自己是很有爱心的。但为什么有时遇到一些事或者有些问题，他敏感就自己突然间来呢？有些人说他天生的，当然天生是有，但最重要的都是我们整个身体的功能，那个地水火风是不协调。不协调呢，就影响到你那个心理呢就状况都不同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们人体呢有两套功能，最重要的部分第一套就是随意功能。随意功能呢就是手脚，你可以擒拿抓足，可以自己控制你的意念呢，喜欢怎样指挥都可以。另外一套呢就不隨意功能，不隨意功能呢就等于我们的消化系统，心脏脉搏所有经络的运作，这个呢就不是我们控制的。如果我们去控制的话呢，就不可以睡觉，一睡觉呢心脏停一停呢就死，这个不隨意功能。但另外有一套系统呢就特别好奇怪的，它又有随意功能在内，又有不随意功能在内。
就是我們那個呼吸的系統，那個呼吸呢，理不理他，他自己又可以運作，睡了覺之後他就自己呼吸。但是我們想控制他呢，你可以吸長一點、短一點、快一點、慢一點都可以的。那還有一樣東西呢，就特別很微妙的，就是我們呼吸系統呢，就跟我們的心，即是大腦那個心靈的活動呢，有連鎖性關係。當你個人暴躁或者嬲嗰時咧，心境唔好嗰時咧，你個呼吸咧特別急促，就證明到咧就話佢有關係。所以我哋喺印度嘅瑜伽、道教嘅氣功，喺我哋佛學嘅禅功，都係由呢個呼吸度入手咧，就咁解。即係知道咧，呢個人體構造嘅微妙，佢同佢有互相關係。你能夠控制到你的呼吸，就代表你間接性呢可以控制到你的心境的波動。那個心靈波動由呼吸入手控制呢，是由基礎來的。但大家要明白呢，就是個心境靜下來是一個境界，但個心靈的智慧怎樣啟發呢，就另外一個境界嚟嘅。好多人佢睇好多书或者睇好多智力嘅书咧，希望增强佢嘅智慧咧，呢个系行错咗路。成日都话去开悟啊悟啊，越搞咧就个脑越乱。大家要明白，嗰个心智唔可以由个心智嘅活动咧去发展嘅。啲人咧就越嚟越忙。即係嗰碗水咧，你越喐得多咧，就越唔定，越唔定咧，即係唔可以由個心智加強佢活動咧，可以得到心智嘅能力發展嘅。所以好多人咧用錯咗方法嘅，我只能夠咧要佢個心智平和咗落嚟，佢就個體性嗰度咧，所有都嘢可以顯現到出嚟。個發展咧就喺嗰度，同埋亦都牽涉到我哋嗰個大腦嘅功能咧，就話我哋有個臨界線，嗰臨界線咧就障礙咗人咧係用到6%，但你冇辦法點樣去按摩嗰個腦嘅，點樣去推動佢咧咁？呢個係一個人類嘅障礙嚟。咁我陣間教大家方法咧，其中咧就係有係按摩你個腦入邊嘅神經嘅，但一般人咧就唔知道啦。咁佢帶嚟俾大家首先俾你嘅感覺咧係好強嘅，就話你去到啲地方咧，你會只要急定空，或者你做生意嗰時咧，你會感覺對手來意不善，或者你會好粗糙知道咧，你同個朋友有錢銀交往咧，你會停止咗，即係佢一個信號咧俾到你，同埋咧就話你已經開始做到100日之後咧，你已經開始知道自己可以停到落嚟，少咗好多唔好話唔好意思嘅事，同埋咧就冇咁驚嘅。咁你想試下啲人有冇功夫咧？教大家嘅一個方法就比較好簡單。譬如有啲和尚啊，有啲道士啊，有啲咩上司啊，佢話佢自己有料咧，咁咧會坐喺度咧，你拿個好大嘅紙袋，吹咗氣喺後邊行埋行埋，喺佢只 top 嗰聲拍落。咁你就試到一下，有啲咧就成個集氣，咁即係佢話上司啦，咁你話你自己做得啦，試到嘅，即係呃唔到人嘅，即係你揾個紙袋吹咗啲氣，剩低行埋後邊喺個和尚耳邊砸拍拍落去，成個傻傻，除非七十歲冇錯就拍唔到啦，聾咗啦，咁咧就。
同埋咧就話好多時咧，譬如佢喺日常生活度，突然間有架車砰一聲撞啊停車亭，好急速嗰陣時咧，佢完全行路係冇疾步嘅，咁呢度咧睇到佢個定力，即係唔到你吹水嘅，即係好似我哋盤腿雙盤坐咁啊。如果你見到人佢雙盤蓮花坐到十六寸咧，你可以跟佢學嘢，即係膝頭哥翹埋啊，即係一度咧十六寸，你可以跟到佢，你唔會跟錯人。即係佢有冇功夫都好啦，起碼佢用過功嚟。盤起嗰啲人唔使跟添啦，盤起嗰啲直情你叫佢早唞啦，佢話咩上司轉世，你就叫佢自己早唞，話嗰啲呃唔到人嘅，即係有得睇嘅。咁一盤上睇。一度即是我哋咁樣啦，兩眼啦，即係膝頭哥外邊，哇，都幾厲害啦！如果一度咧，我覺得就算呢只嘢咧跟住冇咩蝕底啦，個啊，即係我自己都唔得，我自己以前咧就二十寸，而家衰咗，而家爛，而家都22寸，唔知21、22寸左右，即係唔得。但如果到十六寸嘅人咧，世間唔多啦，即係佢已經係好用功。但十八寸咧已經有一定嘅定力，即係話咧，起碼佢一個禅修度喺個心定嗰度，即係話佢修到個身體定，唔係心定喎，身體定到落嚟，最少可以要5個鐘頭以上坐喺度5個鐘頭，你先攞到個心定。但係咧，我哋學嘅嘢咧就比較廣博咗啦，即係。就唔追求咁多嗰、那個世間嘅法啦，我哋追求嗰個智慧嘅學説多咗咧，就喺呢方面我哋都疏忽咗。但係我哋如果今年係10、20歲咧，我哋都應該要一路堅持落去，所以大家走嘅路咧有多少唔同。同埋一陣提醒大家咧，我哋有少少時間咧，就話會俾大家問問題。希望大家咧就唔好估問題，因為我記得幾堂落嚟咧，有啲人咧翻去自己估啲嘢出嚟嘅，咁啊好危險嘅，知唔知啊？因為估嘢咧就最危險嘅，你唔明咧就問，譬如你話喂阿郭先生你講錯，喂咁我就仲開心，即起碼有人話俾我聽我錯喺邊度，我進步噶嘛，你唔使驚得罪我嘅，因為我哋。最喜歡就被人得罪，因為你得罪我都證明我你感覺重要才得罪我，我知道自己錯，即是你提醒我就要多謝你，如果你說得對的我就可以扣3個頭給你，所以大家有事就要問，就不要估，尤其是今晚教的動作呢真的要問的，你不要不問回自己估的出來，我就有責任。另外有些動作呢我們會提醒大家呢，就因為男女的身體構造不同，有些動作呢在女士的每一個月個經期的時間呢就不可以做，或者有 BB 仔呢又不可以做，這裡呢我們要大家遵守，否則就我有一個責任，大家就不要在這裡詐認有搞錯男女不平等，這個平等呢就不是這樣解釋的，一平等咁解釋咧，就會好結嘅個世界。啊，平等咧係話喺嗰個心靈上，喺個心意上平等，就唔係嗰個功能同作用平等。一般人誤會咗平等，有咩就我女人要湊仔，你男人啊出得去點點，要我哋要出去做婦女，我哋真係平等，唔係呢樣平等。咁有可能喺屋企把持個家庭係最神聖噶嘛，所有嘅聖人，所有嘅過去同現在嘅邊個聖人唔喺個由個母胎度生出嚟咧？咁你哋女士仲唔偉大？咁想點先偉大啫？啊，仲爭咁多啲無謂嘢，嗰、那個係體性嘅平等，就唔係功能同作用平等，因為呢個世界。等於那些我們的天體的星球各有各的軌跡的嘛，人生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背後家庭，
有佢嘅轨迹噶嘛，点可以大家捞乱嘅啫？一捞乱咗，咁咪火星撞地球咯。有啲嘢你理唔到，有啲嘢都唔需要理，你做好自己就最正常。啊，边就同我搬搬张嗰个咪摆埋啲，搬张凳。嗰个课程咧，有今晚咧有几套嘅，一套系俾啲最忙到好话唔得闲坐低嘅人咧，咁你搭地下铁一企得唔得啊？如果企都唔得咧，咁啊冇改坐轮椅咁啊，即系冇得收啦吓，即系。啊，即係但今晚見到嚟咧，個都唔係坐輪椅嚟，咁即係冇得推廠啦。嗰但話你朝頭早有一套咧，就俾20分鐘嘅成個體操嚟。咁我而家咧就先教個體操，先教個體操。希望大家我哋嗰個牌咧有張紙咧寫明係得記嘅，咁大家咧就能夠記到嘅就記。记唔到嘅，隔篱嘅朋友记到落嚟咧，通过电话，攞人地址，翻去差天靓靓地嘅俾翻人，都系功德一场。就借张纸嘅嚟俾大家做笔记用。因为嗰缺咧就好重要嘅，嗰缺咧。如果你學嘢，佢唔話缺俾你聽咧，佢係害你嘅。你唔知個缺喺邊度，話學法咧就最緊要學嗰個缺。佢唔講就你就唔知啊！你用功用錯咗。喺度讲得嘅，听得到啊？听得到？喐喐啊？吓？乜嘢？开大灯喎，开晒啲灯喎，俾佢写嘢，唔该，佢写嘢，写嘢。听到啦。哦，听到啦嘛？听到啦。而家最第一次嘅健身操咧，就话。整个功能呢就是开脑的，只是开脑的。但是怎样开脑呢，它带来给我们用一个效果呢，就是说身体健康是其次。但是你的身体健康，如果你的身体不健康呢，你开了脑呢你会死的。因为你受不到那种 power 的。会死的，因为你的脑的能量强呢，你的身体负担唔到咧，你会好危险嘅。所以咧，呢、這个操嗰阵时咧系有埋嗰、那个健身喺度嘅。所以点解个生命咧好奇怪？我哋人类既然啱我大脑有100%嘅能量，点解只系用到5%至6%咧？就因为我哋咧个人咧系负担唔到嘅。你个脑强，你身体嘅力唔够咧。就負擔唔到嘅，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啊有緣自己珍惜啊。朝頭早有啲顧慮就話你用功嗰時，最好唔好有噪音啦，唔好當風啦，即係窗口唔好打開吹到風啦，唔好食完早餐做。即是不要吃得飽的時候做，做之前大小便解決了、一陣先講有些飲食顧忌給大家知道，就是最好身邊交代家人呢，你用功的時候呢，你家裡的繩子你就攬一攬住地方，如果你一個人一間房就更好，如果不是在廳裡你找一些東西呢
喺度醒赖住写张纸，请勿骚扰。因为有阵时你静嗰阵时咧，佢有人埋嚟撞你，搵你咧，对你身体咧系又有损害，会害到。因为嗰时你嘅脑啱啱要喐嗰阵时，嗰啲微血管咁行得咁微细咧，有人冲击你咧，会有毛病。咁啊，变咗你走嚟搵我咧，我帮你唔到咧，就自己嘅责任。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咧就系、是先将个人咧系放松先嘅。你我哋而家个套功法咧就先企喺度做嘅，先放松自己啊。第一招，咁啊放松咧就湿得几身啊，即系呢度湿成啲咁样噶。你放松咧就系话，一般人唔知点样放松嘅，有个方法咧就比较易嘅。你啊平脚企度咧齐肩，咁你将个手一吸气嗰阵时咧，个人跟住个手咧同埋个后踭就提气，就谂住嗰啲气咧就升到上个头之后咧，只手就啱啱升起噶啦。但一升到上顶嗰时咧，将个气咧一呼出嚟，我口就成个人沉落嚟，脚踭即刻沉落地下。咁你个人咧就做三次咧，佢就会松咗落嚟。你先要开始咧就做其他嘅动作啦。其他动作咧，咁样睇唔睇到啊？听唔听到啊？听到啊？其他动作咧就系话，首先手咧垂低，第一个动作咧就系只脚掌咧向两边一开。开少少嘅啫，跟住咧个后踭咧再开少少，就变咗咁嘅，就唔系直嘅，即系小八字，等于咏春咁样嘅钳羊马，但又唔系咁钳得咁紧要，少少嘅啫，唔钳唔得嘅。但咏春嘅钳羊马咧就比较钳多啲啦，啊，佢同埋沉嘅腰咧沉得多嘅，但我哋唔系噶，钳少少嘅啫。即系呢度咁样钳少少，钳少少咧，就个腰咧就要聚少少落嚟嘅，又唔聚得多嘅，唔可以聚多嘅，聚少落嚟。咁啊，聚落嚟嗰时咧，你未喐之前聚咗落嚟咧，呢只手咧就好紧要啦。呢度有两个脉门嘅，一放松咧就聚落嚟贴住。咁我而家首先咧就系话，你将嗰个上身嘅肢体咧要松咗去，先再坐落嚟。通常好多人打坐咧就冇嗰个前行功课，变咗佢坐好耐咧啲气脉都唔通嘅。但我而家咧先做咗一个前行功课咧，就松咗啲经络。咁一定落嚟嗰时候，你就要想嘅，要观想啊，观想咧。就有一啲好清涼嘅水由你個頭度一路咁樣落到去腳板底，即係落到個腳板底循回咁樣咧，就落三次或者至到七次，有時間可以落七次。咁啊，個意念咧，你可以想住後枕。同埋心窝嘅后边，同埋嗰个下丹田，即系肚脐最落三寸嘅后边，即系个意念。但啲水咧一路一路由头到尾咧洗落嚟。咁开始第一式咧，而家我将啲嘢简化咗，因为如果全部好复杂嘅教晒咧，就时间又唔够，亦都惊打记唔到，有啲嘢咧就剔咗出嚟。但系呢啲系最基本系有用噶啦。第一式咧，隻手掌向一轉，向兩旁一開，一拎起嗰時咧，慢慢呼氣佢起咗啦。但最重要就話你一吸氣嗰時候，呼吸咧就要放鬆，一吸氣咧，佢就可以將個手咧就可以貼埋嚟啊！一吸氣
接埋你。但你呼气嗰阵时咧，有个缺啦，一呼气咧，只手一落，一呼向一推出向前嗰下咧，想住呢个劳宫穴呢个穴位嘅劳嗰个劳宫嗰个劳啊，宫咧就系、是工程个宫，呢、这个叫劳宫穴。意念手呢度，手唔直错咗冇所谓，但呢个意念最重要。即是意念注意那裡，即是手一起、啊、即是他一起了之後呢，他伸過來一縮，一縮的時候呢手很油的，這裡停一停，一拉拉回來，這個呢有少少螳螂拳的手的，隻手一縮過來的時候呢，少少是螳螂的手的，因为螳螂嗰、那个螳螂拳咧，即系我哋古代嘅螳螂嘅，有一下咁嘅式招招式嘅好多螳螂拳，但系一缩埋嚟咧就咁、是，一呼气咧就要注意两边嘅穴位啦，一呼气出去，意上呢度，意手呢度最重要，如果唔系咧呢一招咧冇咗效嘅，那个意念喺度一出去。啊，咁啊，你可以最少三次来回三次，或者七次，啊，一落翻嚟咧，佢可以最临啱呢阵时，你唔需要俾佢落，就一拉拉翻开佢，一吸你，拉翻开佢，一停，但系手咧。一縮入嚟嗰陣時，呼完氣之後，隻手一平衡翻入嚟咧，就可以吸氣咧，就放鬆吸埋嚟。但推開出去咧，又係嗰個勞宮穴，要手兩邊嘅勞宮穴。咁又係三至七次咧，就可以落翻嚟。咁咧，你就會將嗰、那個嗰、那個、人嗰陣時咧，你經過身會滾嘅，即係個人咧已經會開始熱噶啦。記唔記得第一個動作？即是说放松了，然后推出，啊，咁呢两个动作咧，话将我哋嘅，一你去到劳宫嗰时咧，我哋十只手指所有嘅经络牵涉个心肝脾肺肾咧，俾佢有个信号开始活跃，咁咧我哋然后咧就开始坐，咁一坐咧。好短時間的有幾個方法，我們現在就是一個體操，就不是靜坐的坐法，你可以靜坐做，但是就另外一套東西來，我們只是照平時這樣坐就可以了，因為這個是健身操來的，是一個操來的，跟著坐坐呢就用呢啲凳，用呢啲凳坐得啦。用呢啲凳坐咧，就系话，首先咧，第一次嘅意念咧，就系、是、你要守住呢度咧，有一饮咗一杯热嘅茶。或者飲咗一杯熱嘅湯水嚇，喺個肚臍對落，你意念就飲咗一杯熱水，熱水咧落咗嚟咧就停留喺度。減肥嘅人嗰條脷咧，要需要減肥嘅平放。如果瘦嘅人咧，嗰個脷咧。变少少上颚，如果肥嘅人坐咗下咧，就会变苗条嘅。咁你，但我哋自己保持自己啦，咁又有力啊，就成日都自己改变。咁你咧就有一碗水坐，咁啊，你系正行嘅功课嚟嘅，你首先灌咗碗水先。到你灌到碗水热嗰阵时咧，
全身都少少熱啦，咁就開始呢就做一個將嗰條頸呢變靈活嘅動作，靈活嘅動作唔係鬆喎，靈活嘅動作，靈活嘅動作呢一般人做嗰啲頸部運動呢就係、是、咁樣轉呀，等你好快，我哋呢個動作就唔係嘅，要觀想嘅，觀想喺頸骨第三節同第四節中間會有一個叫大椎穴，咁你嘅意念呢記住一個靈活嗰個活字，即係話呢你要保持個頸嘅靈活，咁但轉嗰時呢要用少少力呢將嗰個頭呢盡量向外出用力嘅，但要轉到呢越慢就越好，越慢越好喎，越慢呢慢到控制到好慢嘅，將嘥時間啊！唔轉曬，即係你左右順轉同逆轉，但最慢最好。但咧就要用力向出，即係向外圍出嘅力，力向外圍出。二咧就守第三節同第四節頸骨，力啊就向外圍出，扯住嗰個頭咧一路向外出出。但咧就要保持嗰個強烈嘅信息咧，就係、是。靈活個護字喺度，啊，意同念唔同喎，即係話你要求嘅就個心念，就係、是、我係要靈活嘅，但我嘅意念咧就集中喺個大椎穴嗰度，啊，個椎字咧就是、木字邊，呢個咧就坐完嘅第一個動作。好啦，跟住你做完呢個咧。就嘅拇指就擺個太陽穴，就左右就係順時針同埋逆時針咧轉，就係、是、分零兩分鐘。但你有個意念要想一個字咧，你嗰個意念嗰個字咧就係、是、意念上咧，點解你知係咁樣嘅？咁咧，你個意念咧就保持一個清字，清醒個清字。你即係你意念個念啊，因為我哋每逢世間嘅因果咧，就有啲咧就係物質世界咧，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啊。但喺我哋嘅形而上世咧，都會有因果嘅。咁又你追求乜嘢，你嘅效果咧就有唔同乜嘢。所以我哋嘅意念咧就追求。清醒，咁你灌上一个清字，清字，咁啊，又系一分钟至两分钟。第三个动作咧，就将我哋嘅手指咧，由嗰个前额嗰度咧，咁样向后边缩到去尾枕嗰度。如果啲女士頭髮多咧，就可以插喺頭髮入邊咧，咁樣喐就得啦。但男士咧比較易啦，兩手啲手指縮啦。但推到後邊嗰時咧，個念咧就好重要啦。個口訣咧喺個開字嗰度，二手百會穴，二手百會穴，但念喺個開字嗰度，即係話你係追求開嘅，開呢個頸門。但个意要守呢度啊，个意啊，个意守住嗰度，但个念咧就喺个开嗰度，即系等于我哋意念分开嚟讲，即系等于世间嘅思虑都唔同啊。思咧，日常我人生就话思，你就要而近，即系你虑咧就要远嘅，即系思咧就系近喺你眼前嘅事，你全部要思索得好清楚，但虑咧就要好远嘅。有冇手尾咧？幾時會變化咧？唔同嘅，所以意義同念都唔同。我哋要念住個開字啊！好啊，做完呢個動作咧，咁啊，將兩個食指插住個耳仔，
插上个耳仔。咁啊，扣齿啦，插耳仔咧就可以即系上下牙齿咧咁样扣，啊！但我个字咧喺个脸上个字嚟讲咧，就有个通字。呢度牙齿扣咧，系按摩个大脑嘅细胞嘅，会按摩内部嗰个大脑嘅细胞，系用呢个方法按摩。你唔可以打开个大脑嘅盖咧，即系按摩，唔系咁啊，即系可以由呢个位置咧，咁样按摩呢个细胞。大家寫低個字同埋嗰個口訣。咁呢度咧就跟住用個四隻手指咧拍喺個眼前邊嘅眼角，呢個個穴位嘅。咁啊，中指咧掂住，掂住咧。由上角咁样推埋嚟向下，咁啊想住一个字，有一个字，就个明亮嘅亮字，唔会有眼疾。做完之后呢，就再手放返喺呢个膝头哥上面嘅位置，咁又再重新呢，想个有杯热嘅水饮咗落嚟。但如果你未饮到热水之前呢，而发觉嗰个口有好多口水呢，你就要吞啦。吞呢，第一次吞口水就灌上呢，就由直落到去丹田底下，由个喉咙啊，由个口度直落丹田。但系第二次吞口水呢，有灌上呢由左边侧边落嘅。咁第三次吞呢，你就由右边侧边落嘅。如果冇口水就唔使啊，如果口水多呢，就记住第一次吞嗰时呢就直落。第二次咧就左落，第三次咧就由右边落。如果冇口水嘅人就即刻开始坐啦，咁一坐咧又灌上翻，饮咗杯热嘅水落嚟，一路咧就影响到全身咧都发热，保持嗰个自然嘅呼吸。即是自然呼吸咧，就话你吸气落嚟咧，个腹部咧胀；呼气咧，个腹部咧就有少少收缩。呢个系普通嘅呼吸。但你当你发觉全身好热嗰阵时，可以调转呼吸。但呢度要提醒大家啦，一去到调转呼吸嗰阵时咧，有心脏病、高血压嘅女士们、怀孕个月事嚟。全部唔可以做呢一样嘢，你保持翻自然呼吸好啦。只系如果你冇呢几样嘢咧，可以做。即系你一轮一去到而家要调转个逆行呼吸嗰阵时，即系全身都热，由嗰杯滚水引到个身热嗰阵时咧，感觉成阵热气通身都热嘅咧。就开始调转呼吸，调呼吸呢有口诀噶，一吸气嗰阵时个肚咧就收，一收咧就喺个二咧就到个
头顶嘅八会月，但我念咧喺个升字，升升降嘅升。一呼气嗰阵时候，个腹部咧就胀，个意咧守个护音穴，即系喺个肛门前边中间嗰度。但是个念咧就一个降字，一降一宽，跟住个念咧就降，咁就降落去。等意咧就即刻守住喺嗰个回音穴。咁如是者呢个重复咧系几分钟嘅啫，即系话你由头到尾做成个动作，到而家为止咧，最多都系十分钟到嘅，十零分钟嘅啫。但最重要一点啦，就话呢个逆呼吸升降咧，千祈唔好制下有高血压、脑充血、心脏病嘅、女士嘅每个月嘅月事嚟嘅时间，或者知道自己怀咗孕嗰时间，唔好做呢样。咁啊，净系俾佢自然呼吸。但做完咧，无论你做唔做逆呼吸都好，我哋最重要咧就系个收功。因为收功点解要呢、這个体操要收功呢？虽然佢咁短时间，因为佢好速，佢好速咧。你如果你个唔收功，啲气咧就会乱咁走啊！啲气乱走咧就会影响人体咧有偏差嘅。平时我哋喺嘅禅修咧就冇咁速嘅，比较系黄道一啲嘅，呢啲比较霸道。但系而家啲人成日都话忙啊嘛，忙啊咁啊要整啲忙嘅嘢咧，要快快餐啊，其实就唔系几好嘅，但即系冇计啦吓，即系而家要个时代。咁咧就，但系一定要记住，最紧要收工，你唔收工咧就会出乱子啦。收工咧就左手搭右手喺个肚度。在个丹田中左右旋、啊、每边半分钟就得了，压住它，等它，因为这些气呢聚了落个回音在晒丹田度呢，你不消返走它呢，它就有毛病出来。咁你呢就可以起身呢做自己的柔软体操啊，前后弯腰啊，鍾意做啊体操呢，咁就这个是健身的操，就是要来开脑的。有冇人记？有啲咩人记得先？一作样问啦，诶、哎，整完一剂一剂，一阵做第二剂，吓、啊，好多人唔记得，有啲咩人记得？吓、啊，吓、啊，吓、啊，第一次边个位置？边个动作？放松嗰个啊？得，放松好简单嘅，就话咧，你只手好自然啦，啊，伸开嘅手嘅脚咧，呢、這个就系冇咩限制噶啦，因为你放松嘅啫。咁咧就你一半上嘅手咧，一路吸气咧，一路脚踭起，一路吸气，一路只脚踭咧就起啦。起到尽嗰时咧，一放落嚟咧，成个蹬落嚟嘅脚踭。明明一呼气就噗一声，个口呼气又得，鼻呼气又得，这个冇咩特别，话系放松嘅嚟啫，放松嘅嚟啫。好啦，如果刚才做完咗健身操，而有人有糖尿病，或者有啲係內功能失調嘅病，就有一個做多一樣嘢咧，就係、是、可以醫到嗰啲暗病。而家就教大家，希望大家記住，你可以幫到朋友又醫到人，就唔好收錢啊！即系你唔好佢啲人又走去去收啲水啊！如果要收，我都识收啊，唔使你收。
咁呢啲咧就係不傳之秘嚟嘅，即係大家有緣咧，就希望留翻俾我哋自己嘅中國人喺下代咧都唔好失傳。佢係最重要嘅決，佢企嘅方法咧唔同啦，企嘅方法咧就係、是。佢嘅方法咧就係話唔使鉛腳，即係唔使鉛羊馬沉腰，唔需要嘅。一企咧就擘開住，但係坐少啲身，成個決咧，佢係用力呼吸，但係咧個整個動作秘訣咧就喺個手指罅度嚟嘅，能夠將你身體醫好咧就喺個手指罅度嚟嘅。呢个十指嗰度嚟嘅，那个缺喺嗰度。如果冇咗缺咧，你咁样照个姿势咁摆度咧，系冇效。呢、这个叫虎跃龙腾，虎跃龙腾功嚟嘅，系专医糖尿病、五脏六腑嘅机能失调，可以好嘅。因为以前有个朋友咧，佢医生话佢得六个月命。糖尿病已經啲肉咧爛咗，補唔到，佢要肉割啲肉咧補上嚟，啲又都咁嚴重啦。但用呢個功咧係，淨係用呢個功唔食藥都好嘅。因為糖尿病咧就係佢內部有好多胰臟腺啊個功能咧已經失調。咁希望大家記落嚟。但呢一個暫裝咧要有附帶條件嘅，一定要有盤植物嘅。越大的植物越好，绿色的植物要面对绿色植物。如果去公园记得不要吹到啊，绿色的大盆植物，如果你没有要买一盆大植物摆在家，如果不是就去公园绿色的植物。还有距离的植物不可以超过两尺那么远的，越近就越好，在早上做重要，因为早上因为就太阳落晒山，晏就不做得。咁佢一對住盆植物咧，對眼就望住嗰個樹葉，一吸氣嗰陣時咧就收腹，一收腹咧個意喺手指嚟，手指罅度意啊，唔用力噶喎，一即係好似嗱，你譬如你推住一個大嘅木啊，一條大木咁，你係咁推住佢啫，但一吸氣咧。手指罅全部撒开嘅，但唔系用力嘅。你明个意啊？个意喺呢度嚟，走晒喺度，拉开手指就得噶啦。佢自己会有力嘅，你唔用力都有力噶啦。但系眼咧系望住啲绿色嘅植物，越大棵越好。呢、這个收工咧又唔同啦。呢一个收工咧，呢一个桩咧，普通人站唔到五分钟嘅。唔信你出嚟试下，咬颈啊无谓，吓、啊、五分钟佢就话你唔掂喎，即系吓，咁、啊、你坚持慢慢，咁你可以早晚十分钟就救你嘅命，有糖尿病身体，咁佢收工嗰时咧就唔同其他收工嘅，收工咧佢要企翻直个人，一吸气上到嚟胸口咧。慢慢呼气咧，就要咁样扫翻落去，连续几下嘅。呢、這个收工唔蹉跎嘅，即系唔蹉跎嘅。但系做完呢个站桩之后，半个钟头内唔可以食嘢，即系呢个站桩半个钟头内唔可以食嘢。如果唔系咧，就个会胃痛有事，因为佢个气嗰个。收縮的氣很犀利，佢全部落曬手指嚟，整響成個咁壯時，佢都仲係有氣喺度走啊！意喺手指罅撒開，專醫糖尿病同埋內部嘅交感神經啊，所有嘅嗰、那個。怎样讲啊，即是我们吸收外面的食物入来，那个分解功能不好啊，即是个分化功能不好呢，分化得不好，
變咗佢邊樣有益邊樣冇益咧，佢分化得唔好咧，個人體就好多病，就用呢一個方法去對付佢。可能有其他咧，就話譬如有啲人喂我忙到咧好忙嘅，連坐低廿分鐘都話唔得噶啦，朝朝又唔願起身，一電話夠鐘先至講留個命翻工嗰只咧，咁啊教佢哋一個喺地下鐵。上次就教咗行路啦，咁啊喺地下鐵咧，佢哋企喺度喺等車，等車咧就好多人等噶，咁有兩種，一種咧一吸氣入嚟咧，你呼吸入嚟嗰陣時候，你又觀想佢嗰個氣咧，又喺個百會穴，二手百會穴，就觀想個星字上，個星字一路上。但你可以自然呼吸，唔需要用逆呼吸，因為比較安全。啊，有時你唔記得咗自己有冇毛病，但呼氣嗰陣時就練喺個降字之後咧，嗰、那個腳趾咧揦埋少少爪地，跟住提肛，提肛啊，個肛門抽起，呼氣嗰陣時。企喺度，人哋唔知道你用功噶，啊，佢唔知道你喺度用功，见你点解企得咁定啊？呢、這个人，但你又唔好理人啦，你自己用功啊。即系一呼气，只脚趾咧就只脚趿咧就少少收嘅啦，睇个少少收嘅。你就要着住鞋咧，你自己少收咧，少收就得噶啦。一呼气嗰时一路呼一路慢慢收，跟住提肛。提肛就话将个肛门咧慢慢收上去，呢个系长寿嘅，长寿啊！点解啲人一年纪大话死嗰时佢就赖屎咧，就佢个肛门松咗啦？呢个长寿，提肛企喺度。咁另外一个咧就比较强烈啲嘅稍微就系、是、你。一呼气嗰时咧，就个人咧少少升嘅，但咧就喺街度咧就好多人就唔惯啦，如果升得唔好咧，嗰、那个装唔够成个人中前，咁咧就你喺地下铁度扶住支嘢，有时坐地下铁咧坐啊太安乐啦，其实可以利用个时间咧可以做多啲运动，系嗰个内功嘅运动对身体有益，但系呼气升嘅。就唔系吸气升嘅，吸气嗰阵时咧放翻松个人，慢慢落翻去。但有啲再长时间嘅，譬如你觉得仲想进步咧，你就可以由一入个地下铁嗰阵时，只脚咧少提升离地个脚跟，脚踭一离嗰个脚鞋一离地咧，保持睇你挨几多个站。即是你自己挨几多个站啊，但唔好夹硬顶啊，即係少升起。唔掂地㗎，即係冇咁高啦，少少啦。咁你呢你就可以保持定喺度。一路睇下你将你嗰个翻工过程，咦第一次好似一个站都顶唔顺㗎。咁你自己试下，咦慢慢好似一个站都唔使再放落嚟㗎。咁你又加多個站，逐個站加上去。這個呢個咧，對男士好緊要。男人嘅生命力咧喺到腳嗰度嚟。而家點解啲人上年紀話腳軟咧，佢個壽命咧就唔長啦？所以我哋咧要保持多做，男人生命喺個腳嗰度嚟。有边个人唔记得添？有冇有边度唔记得？有问我问，因为唔系好难问啊。系，咪就系虎跃龙腾，咪龙腾跃虎。写住啊，虎跃龙腾，乜嘢啊？虎跃龙腾功，再讲多次啊！
好簡單嘅，最緊開出嚟嘅八字，沉莊一沉個腰，隻手一推出去，就即係你意念上咧就話推住一道大門，但唔使推咁開嘅，就唔係用力推嘅，一托托住，但一定要有大植物面對。嗰、那個配搭啊，每樣嘢有佢配搭嘅，因為呢個醫病一定有大盆植物面對，面對一盆大植物，一吸氣收腹，手指撒開，意念個念意喺手指度撒開，即係全部嘅念意啊，喺啲手指罅度拉開佢嘅，盡量掹開佢嘅，一吸嚟嘅一路吸到掹開，明唔明啊？你最多都係做十分鐘嘅啫，唔好做咁耐，做唔到嘅，想做得耐做唔到啊！佢嚇開眼，眼望啲植物，咁你仲可以半想埋咧？你吸氣嗰吸氣嗰時咧？嗰啲眼都吸到嗰個植物嘅氧，嗰、那個一氧入嚟嘅，佢明目嘅，冇眼病，唔使。吸氣收腹，呼氣就放翻鬆落嚟咯，即係手指又放翻鬆啦。嚇、啊？嚇、啊？即是你呼氣嗰時隻手要稍微即是個意唔使手佢啦嘛，有自然啦嘛，係吸氣嗰時一路吸呢一路隻手指嗰、那個意呢手指要拉開嗰、那個個缺喺嗰度嚟，其他少少錯冇所謂呀，最重要就係吸氣嗰時記得個意呢拉開手指，唔係自己用力拉開個意呀，個意呢手指撒開呀，即係等佢走落嚟呀，走落嚟呀吓、啊，最好啊，除咗对鞋嘅啦，因为你着鞋咧会焗住个人。吓、啊，系收工嗰时咧就吸气咧，就个人企翻直啦，一吸气上提，一去到心口上边，跟住慢慢好自由咁样呼翻出去。等个口呼气出嚟，三下至七下，呢啲多啲都冇所谓。吓、啊，收工都系啊，正常呼吸啊，正常呼吸。啊，推手第一个收埋嚟，再推出嗰下，嗰下跟我做啊。点跟啊？唔使跟噶吓，好简单噶喎，已经咪偷咗料啦，已经吓、啊。佢一好简单噶喎，最重要就话你一停喺度咧，只一钳一沉腰，只手一喐，呢度轻一转。啊，跟住又起，啊，一收埋嚟咧，少少螳螂嘅螳螂拳嘅掣嚟嘅，但一退翻出去手劳宫穴，手劳宫穴呢两边最重要，其即系呢啲功法咧，成个功法咧最重要就系记住个穴嘅啫，就话成套推掌咧，最主要个穴你净系记得一推出嗰阵时个意喺呢度就得噶啦。你歪啲歪歪斜斜啊，嗰啲咧都唔系咁重要。你最记得一推出嗰时啊，放松一拉拉埋嚟，一推出个意念咧就喺呢两边。吓、啊，男女得嘅，系去到嗰个逆呼吸嗰度咧，就话女士如果有月事嚟咧，就唔可以做。提肛男女都得。提肛，我有提嘅就唔提嘅就得噶啦，提嘅就唔得。
我如果不是就我一定会提的。啊、再一拉拉翻开，临后尾你中意做几下几下，三至七下，咁一拉开咧，一吸气拎翻埋嚟，收翻埋嚟，一推开咧有个劳工穴嗰度，例如是者三至七下，這個、呢个咧系前行俾你后来坐低嗰度用嘅，系帮助你后来坐低嗰度用嘅。一般人佢打坐咧就。好少用前行功課，但我哋全部整通咗个头眼耳鼻内脏，你先至坐咧，嗰啲气就行得顺，啊！吓、啊？食落丹田啦，咁女仔冇丹田咁点？请问声第一啖口水。唔系你落个腹部啫嘛。哦，用腹部。腹部有啦，腹部藏翻落啊嘛，佢落翻个腹部，但佢嗰个器物咧，第二啖落嗰时，呢、這个系秘诀嚟嘅，通常又唔讲啊呢啲，不过讲埋俾你听，有一个特别像嘅一意念落嗰阵时，系。左右都转一次，转噶，转完左系转右嘅，逆时针、顺时针两边都转嘅。收工嗰阵时，咁啊，正话坐呢、這个譬如有啲人可以盘腿坐咧，就可以坐喺度做正话嗰、那个，坐喺度做嗰啲咧。正话呢个咧系好快餐嘅，做完咧咁就翻工走得啦，啊，即系讲头讲命嗰只。咁啊，如果你有时间咧，做咗呢个健身操啫，你就开始做你嘅正行功课咧。第一份嘢我嘅边个有？我自己冇，摆咗啲咩落去啊？你有套嘢嘅，要解埋俾你听。你呢套嘢啊，整嚟有套嘢。但呢张嘢咧有用噶。咁大家咧，我哋特登设计咧系唔靓嘅，一世间靓嘅嘢太多啦。咁啊，呢四句说话咧系叫你将来俾细路仔用，或者自己用，报国家恩、报父母恩、报师长恩、报众生恩。儿女咧应该叫佢提醒佢，报系报四重恩。呢四句咧，只我行善时啲平等咧，为官缘起无常无我咧，佢到时自己会识解嘅。如果佢背熟，佢会自己突然间醒，点样叫无常无我嘅？俾佢哋喺个意念度。咁呢张嘢呢个牌咧，你可以挂嘅。如果挂嘅咧，就自己我哋特登做剩啲嘢唔做嘅好多嘢，因为你有心者，你就去做。你喜意放在這裡，它後面有一塊牌一插上去就可以放在這裡，但你可以掛呢，你可以買一個月曆，因為那些日曆呢，日曆啊，所以找人轉兩個洞，將個日曆呢放在這裡，就放在這裡當日曆啦，當日曆牌，明白嗎？咁這個為什麼我們今晚會給這套東西呢？如果你的人正是开了思想，身体不好，你负担不到，有毛病。你身体好，而你那个大脑又打开，如果你没有福气的话，你都没用。这个呢是给大家要来修福的，即是等于种一个植物，不是只有水有肥料，有个土壤又掂，都有阳光，即有内外的条件啊，明唔明啊？咁呢个咧就系俾你要嚟消除你屋企人嘅障碍。如果你唔消除屋企人障碍咧，佢会拖住你，你会喺人生路上咧有个组合咧会拖住你，因为你发达啊，你老公享你福。有老公发达，你享老公福；
或者你发达，父母向你福，但佢两个冇福气咧，就拖住你，互相影响。呢、这个咧系俾大家修复。你可以唔要掉咗佢，你可以更加有心嘅话咧，你写上嚟我哋学会或者嚟我哋领事馆啦。我哋13511.25啫。你睇下梁先生咧，系再请一套送俾你朋友做礼物。有时有啲比较困难嘅亲戚咧，你应该好过送第二样嘢俾佢，送埋套说明俾佢咧，叫佢做。咁呢个牌咧，就算你挂日历好位，摆喺台面好位，地方摆好佢，唔好烧香，唔好食啊，唔系嗰种嘢嚟噶，即系我哋唔系假嗰种嘢。但你可以摆一个箱仔，叫你屋企人或者自己写住喺度，为善最乐。然后咧，交代你屋企人儿女好，有人喺屋企度住嘅，每日中意抌一毫子又得，抌五毫子又得，最好日日抌。而家斗领啊好少啦，一毫都冇咩人执喺街，咁啊你可以抌，就唔好话一个月抌一次。譬如一个月我抌100蚊，冇咁好嘅。你交代屋企同你住嘅阿婆啊、阿嫲啊、阿爷啊，或者你啲细路仔咁，你交代嚟抌。总之你日日咧就抌一毫，最抌一次，咁啊摆喺个乜度咧，为善最乐。好啦，到你几个月一个时间，咁你可以等1蚊、等10蚊都要随你啊。但你可以唔等，你就将你啲钱咧，拎去你了解嘅地方，系同你做到好事嘅，譬如公益金，或者中国大陆啲扶贫运动，你又将啲钱咧就拎。俾呢啲地方咧，要嚟作为善行用嘅，咁咧，佢会影响你屋企嗰个气场，转移你屋企嘅戾气，呢个系一个条件嚟，唔系整埋个乜啲钱拎俾我啊，你唔使惊啊。咁啊，做人咧就话我哋教人嘅咧，一定要教一套，就唔可以话教正啲，教正啲咧就我有责任。咁啊，教咗话咗俾大家听，咁啊做唔做咧就随你。咁呢、這个好啦，咁刚才我哋讲完晒咧，就我哋嗰阵时呢个牌入边咧有一套启发心智成嗰、个启发心智成就，嗰、那个咧就另外一套修行嚟啦。又嗰、那个俾嗰啲咧得闲嘅人，因为你做做下嗰、那个摆下钱。同埋朝头早做做下呢一盘咁嘅健身操咧，整下你会时间多咗嘅。大家即管试下，你风水我呃你10年8年，呃唔到你3个月。你话你好忙喎、哦，博士点做啊？啊，你唔信即管试，整下你又得闲。好似刘先生话斋，整下又好得闲，好奇怪嘅。咁咧，你就可以继续咧，就做埋呢一套。这一套呢就比较长的时间耐啲嘅，啊，即系呢个咧就纯粹喺嗰个禅功嗰度嚟啦，啊，就可以做埋一套，但系唔好急，唔好一，当然你话你个时间听日全部做晒，啊，呢、这个，但最好咧就话有啲嘢相应咧，就自己过生日咧就尽量少摆生日酒。如果摆生日酒咧，就普通啲，越普通越好咯。其实生日酒咧，如果摆啲生日酒咧，老人家对自己都唔系几好嘅。譬如老人家话啊，60大寿嘅咁，你都望啲老人家长命百岁啦。一摆100几啊围咁啊，成堆嘢陪葬，嗰度望人望自己长命，嗰度哇嗰啲又石斑又流水虾又乳猪全部掠西晒，咁你点长寿啫？咁攞嚟搞，所以有啲嘢咧，我哋可以避就避啦。咁啊，最好去嗰啲酒店嘅铺飞都几好啊。
吓、啊，即系冇嗰个，即系唔好同嗰个生命结怨咯。你自己生日，你真系做一个行为出嚟，惊会有个宇宙嘅反射，你担唔起。一反反射翻嚟，你担唔起。当年我师傅有个好高官噶，佢 cancer 咧就医生话佢有三个月命，咁我哋就传咗个法俾咧，就医翻好佢。医翻好佢咧，佢屋企人咧就同佢做大生日。佢仔照过晒冇晒嘢啦，但照过晒冇晒冇晒问题，唔代表冇问题喎，因为有啲菌照唔到噶嘛，佢个根源你仲照唔到噶嘛，佢菌死晒啫，但制造啲菌出嚟嗰根源仲存在噶嘛，佢做大生日咧唔够两个礼拜就即刻翻发就死啦，佢又冇问我哋点解，我哋话咧一个人。你跌咗落海，我哋俾个水泡你，或者扶翻你，第二自己浮翻上嚟，啱啱到个颈度，仲未上岸啊嘛，咁你即刻落咁重杀业，佢就跟住罪扯翻落去，我哋就帮佢唔到，所以大家即系冇必要咧，就想做生日咪走去搞蒲飞咯，吓、啊、自助餐啦，潮州菜啦。揀啲避免咗有生命同佢冲击，因为你系开心啊做生日，咁点解要摆痛苦喺人哋嗰度咧？点解？因为你平时咧都冇咁大冲击嘅，平时你话啊朋友请食饭，去到咁啊都世间人唔可以全部清净啦。但你刻意为自己做生日而去伤害生命嗰时咧，个冲击就大啦。所以大家要避一啲嘢。咁呢张纸呢你照做得㗎喇。到你唔明呢话低个电话嚟。我唔话低话俾人搵我，你问我啲呢我会覆喺写上嚟问。咁呢度呢有个户口嘅。咁我哋通常呢又唔俾人沾自己嘢，你又唔好沾我嘢。好似仲有一卷带㗎，係咪有人打一卷录音带？嗰本帶咧就俾你大家咧，由出世到死都有用嗰本帶。譬如有細路仔出世，夜晚成日喊，身體有病，你又唔知佢點解病，又唔知佢點解喊。其實咧，佢嘅功能咧唔得平衡。咁佢咧就播嚟嗰個帶咧俾佢聽，嗰、那個係巴利語嘅祝福。问你嘅，佢话就有啲老人家喺医院有病，个人都有啦，身体有病。佢嗰阵时心境咧好烦躁，好繁忙，啊，情绪啊非常低落。佢原本啲病咧，每个化都会变恶化嘅。咁你咧又将我哋嗰卷带咧摆到两机咧，俾个耳塞，俾佢自己喺度听。佢消除咗佢嗰个心灵嘅波动。佢话如果自己咧，可以交代啲后人，例如我将近喺医院临钉嗰时，你记得同我开开，啊，真系噶，因为我哋嗰个听觉咧，我哋呢几次嘅聚会咧，有个好大嘅遗憾。就话我只系讲我哋生存之道，即系香港人最紧要揾食，点样生活过得好啊？其实我哋整个学问咧喺个死亡嗰度嚟，但我哋咧系冇讲到，呢个系一个遗憾，因为你都惊住讲咧，又好多人有冇嘅搞错咗，听条友讲点样死咁，大家利是，其实咧就好重要。你唔听咧，又唔代表唔使死。你亦都冇人可以避免个死亡，但死亡系一种艺术嚟。到你了解咗死亡咧，你先知道点样可以破到个生死关啊！但我哋呢几次嘅都冇呢个缘分讲，我亦都冇咁嘅心想讲，咁啊亦都真，所以就冇讲。但突然间。最后呢次大家嘅聚面咧，就提一提咧，就话我嗰本带咧系有用嘅，
因为我哋临死嗰阵时咧，一生人仅有对人唔住，我哋唔系圣人咧，有好多前尘往事得与失咧，都喺我哋个脑度咧现出嚟。喺嗰阵时咧，环境咧就外人就好难帮到你，系你自己嘅心现出嚟。有时咧，你就特别咧感觉咧系好痛苦嘅人生。如果越多钱越有地位，就越痛苦嘅。咁如果你一播翻呢卷《巴利与祝福》嘅文，自己听翻咧，佢会消除你嗰个在心嘅障碍，你会平静，会影响我哋来生嘅方向。所以大家珍惜保留，或者你想去保留耐啲嘅，你去过咗带佢，或者靓啲嘅带再过咗佢，系有用。就啲细路仔出世喊啊，有病啊，你俾佢听咧，佢会开智慧，会平息。系当年释迦牟尼讲经用嘅语言嚟嘅，巴利语，不过系祝福文。咁我哋咧就。有个户口 number 任地啊，比如你值一蚊咁，你同我存翻一蚊入去；你系值五蚊呢套嘢咁，你摆翻五蚊入我哋户口。咁我哋嗰啲钱咧，就系、是、要嚟再印书用途嘅，即系再俾人。因为我哋喺中国咧，系中国啊，同埋亦都翻译紧一啲阿拉伯文，就系将个佛号咧带去阿拉伯世界。你唔入钱都得，我哋完全唔买呢样嘢嘅。但我哋话，因为我哋招世家人咧，就唔希望你哋同我哋有个数喺度。咁啊，冇价嘅，总之你入一蚊就得，十蚊就得，有个攞 number。你又系话送俾朋友嘅，你可以嚟同我哋攞。有乜嘢问题？唉，唔好啦，我费事收钱啦。佢一户口有会计 keep 数嘛，啲钱就系个人走。啊，系啊，而家讲埋啲成数啊。饮食要注意，饮食咧要注意。最好话平时咧少食猪肉。因为猪肉咧有百几种病菌，有啲咧去到高温都唔死嘅。如果你自己生日嗰日能够每一个月咧可以有一日断食咧，就系、是、最好嘅。如果对你用功，即系由朝到第二朝都唔食嘢，只要饮埋柠檬汁。唔驚喎，你信我講啊！佢將嗰個啲人嗰啲病點樣嚟咧，多數啲 cancer 啊，同埋入邊嗰啲胃潰瘍啊，好多嘢咧，啲食物入咗嚟，排泄出去咧就唔清，就黐住啲腸膜，黐住腸膜時間耐咗咧就黴，就漚咗菌喺度。我哋其實人咧，你話你著咩名牌衫啊、化妝啊，就自己呃自己。其實周身屎尿仲哪吒個廁所，廁所洗得乾淨，自己洗唔乾淨。所有嘅腸膜啊，喺腸啊入邊啊，黐滿曬屎尿嘅，冇辦法清嘅。咁喺斷食嗰陣時，第一就利用我哋嗰個人體嘅分化功能咧，要繼續攝取嗰種能量，消耗佢。你再飲檸檬汁咧。佢就喺嗰個腸膜度咧，一路同你清洗可以。你咁一個月，打整一劑都掂啦，係嘛？一劑。咁啊，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咧，係扭轉你宿世嘅卡瑪，係破佢法，即係破佢綁你嘅。我哋人生咧就話。每个人有个轨迹啦，由出世之后，有而家我同大家讲咧，系话将你本身有嘅
福气同埋你本身有嘅数咧用尽先。你用咗之后咧，然后先用天嘅数。但一般人都用唔晒嘅，用唔到啊，佢障碍多啊。我哋俗语话：小富由贱，大富由天。个天啊点啊咁，咁啊已经企喺度啦。但小富咧就话你本身个人一出世，你嘅家庭背景读几多书，有几多余荫，喺边个社会地方生存，你系计到数，系享受到几多财富，系有啲乜嘢嘢。譬如读完大学一出嚟入政府做嘢，几年升级几年升级，有个差唔多定咗啦。咁你计到啲新人咧，啊，原来你系享用到几多嘢。呢个咧系人嘅数嚟。差唔多計到嘅，但有啲人咧，佢人自己人嘅數都用唔到嘅，懶啦，唔知自己嘅缺點喺邊度啦，點解夠鐘升級點解又唔升咧？咁原來成日幫老細搭馬啦，咁變咗佢咧就自己整啲障礙，就係連你基本嘅數你都用唔曬，咁你何況仲話你用天嘅數？所以而家成套咧就教，就系话俾大家听，你点样用咗自己基本有嘅嘢，发挥咗出嚟。好啦，你发挥咗出嚟之后咧，你先至用天嘅数。即系好似我由十年前开始咧，我系嘅钱咧唔系我自己嘅数嘅钱嚟，即系大家当朋友倾偈啊。我哋而家揾嘅錢咧係天嘅數嚟，我自己嘅已經用曬噶啦，喺十年前，即係已經個數咧爆咗棚啦，唔應該再有噶啦。咁你讀六年書，冇親朋戚友嘅力啊，冇父母嘅餘蔭，咁係咁多嘅啫嘛，咁你計嚟計係咁多用曬啦，過曬籠啦。十年呢近十年咧，用再揾嘅錢咧就係天嘅數嚟。因为天的数就不同了，为什么要修行呢？因为你自己知道个人的数，个碗有多大，你又载多少东西嘛。那你要再大大一点，再多一点，你就换过那个碗咯，你又换个水桶咯。如果不是呢，人家说载水你又去，你的桶又漏水、啊、又小，有些拎回来管都被人抢埋，那就斩走。一般人看不到这个无形的数的，你现在叫大家修福，打开个大脑，就说你用回你自己的数，你没有浪费到你应该有的东西，这新人你应该要拿回来享用回到的。到你用完你自己今世所有那个条件积聚的数之外呢，你能够再进一步呢，是用天的数啦，即是宇宙的感应。就要做，要做大的善行，大的功德感应返嚟。那个是天的数。但都可以做到的。操之在你手中。所以呢，就要大家就话，你在那个每个月几个钱食，不是只是健康那么简单。这个宇宙很精密的，在人的观念呢，有时间有活动空间，实际就没有存在，但它有相应的现象存在，就是在那个点那里呢，你在这个地方出世，在这个父母那里现这个感应，现这个相，就是说在这个这么精密的自然規律度咧，係有一個組合咧，同你特別相應嘅力，呢個人嘅數。咁我哋而家喺你每一個月出世嗰日咧，你去斷食咧，就話你斷佢嘅數，斷佢俾你嘅束縛。明唔明啊？呢個大家啊？檸檬汁你自己溝咯，你認為受得到受到，嗰啲係斷你嘅數，即係嗰時咧係你同你自己嘅命運咧係鬥爭嘅，
在你畜生每一个月有一日，有一日嘅，即系话譬如你初十，你每月初十你就断食。即系呢个世界成套运作嘅力咧，个人都要食饭，个人都要依时喺度食饭，嗰套嘢咧就绑你唔到啦，你就喺度断佢。即系动摇佢嘅根本，你嗰个命根本呢、這个。你能够在生日断食那天呢，是作为你将来用天的数的基本来的。你做不到这点呢，你很难，你只能够用尽是自己本身的资源。即是你老豆剩多一千万给你，那你就使埋那千万，或者再找多一点，是那些的。即是说你已经有的数、啊。有什么问题？是。第四行，哇！呢度好熱喎，大禮拜，唔好搞咁多嘢啩。呢度咧，呢個大禮拜咧就咁嘅，喺嗰、那個西藏拉埋嘅地架見到啲人咧四體遊地咧，就話但係佢嗰只誒唔係咁嘅，佢嗰只咧曲腳再伸直，同埋咧佢喺個意念上咧哇！我拜個佛或者拜個神咧，可以保佑我咁樣去嘅心態嘅。我一變咗佢哋咧，拜嚟拜都要走佬嘅。如果掂嘅唔使走佬啦。佢哋我哋但係我哋呢個擺就冇對象嘅，即係冇對象嘅。但佢有個缺咧，就喺個腳踭嗰度嚟嘅。咁啊，但佢看人咧就係嗰體弱啊或者障礙好大嘅人先有咯。即係譬如啲殺人犯啊，一出世十幾歲啊賣白粉啊，賣咗成二十年啦、啊。我叫我女仔同我講十三歲賣白粉啦、啊，嗰、那個我教過佢以前，因為佢嘅障礙好大啊，同埋咧就點樣講啊？差唔多有弱視嘅人。弱視嘅人其實咧，如果做大禮拜咧，可以通翻個腦。我就，但我哋即係喺西方社會咧，香港好多嘢我哋唔敢同我哋講，又冇理佢哋啲嘢啦。即係天生弱視啲咧，頓嗰啲人，佢就個腦咧，俾嗰個精脈嗰度咧，呢度後邊個臨有個系統咧唔開到，嗰、那個骨髓脹住，所以一個又蠢啫嘛，可以拜翻通嘅細個，有啲細路仔最好。但我哋都冇教嗰啲人，一般人就唔使嘅。但我哋真係刻意咧，到你真係需要嗰陣時，你覺得有時間咧，你嚟揾我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如果多嘢咧搞唔掂，你肯坐低已經安樂啦。嚇、啊？有咩問題？係。坐正號啊，正號啊，咁啊。姓號呢、大家寫低。Deada, Omma, Sikamoli, Buddha, Yes, Soha。呢度有缺的。如果你念呢，最好你念到個星空合一。你再進一步呢，大家寫低個星空合一，再進一步呢， 你要念到呢上空合一。上空合一即係你念自己個相啊。个环境现状咧，即系宇宙本体嗰阵时，佢呢度念得正，我由呢度可以证到个空明合一嘅，空明合一咧先有个究竟嚟嘅。嗱，声波咧就系无形无相噶嘛，声波你明啦。但实际喺个法界，我哋宇宙本体咧系无形无相嘅。但喺佢現咗個假想，你當有嘅。所以你如果你練呢個正嗰時咧，你應該意念上咧，你一路練，你自己同個聲音合一，你自己同個宇宙嗰個空性，唔係冇嘢咁解喎，嗰個本來嘅無常空性不停變幻，冇實質存在嗰個性能咧，係合一，你先能夠有效。嗰、那個屬於叫星空合一嘅境界，到你定到個星空合一境界咧，已經唔容易啦。你喺平時日常做事咧，你可以再引證嗰個上空合一，然後你先再進一步咧，
是一個空明合一的境界，但是很高深的瑜伽法，是很高深的佛學，是做了基礎先，將來有緣分到你修行到咁上下，你有緣呢，你會遇到我的，我會知道的，你會找回我的，不要急。但這個咒呢，這個聖號呢，很好用的，就不是說有個佛，有個釋迦牟尼，有個神，他現在有個化身在個空間裡，你見到有鬼有神，他們一念呢就來打走他了，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這樣就搞錯了。就說呢，當我們有時候個身體很恍惚，或者這個陌生環境呢，我們與生俱來一種恐懼性，而引起一種幻覺，或者在個宇宙上有些不正常的電場出現，即是不規則的電波來干擾你的人體，或者你發夢或者不發夢之前，或者你裡見到醒與不醒之間，想睡覺不睡覺之間，或者熱氣啊、有病啊，那時候你感覺有幻象干擾你呢，你一攝神念這個聖號呢，他就會將你那種干擾是走了。但那種干擾是在哪裡？是你內心來的，其實他成了像你的視覺神經和你的聽覺神經內部起了變化，如果看這些看不清，見到幻象的，就不是外面有幻象，但當你持個聖號的時候，他將你那個大腦的活動神經都能 set 回啱曬個 key，即是整個組合呢，一攝攝翻住曬，你就正常翻。啲一啲人就解釋呢，就話啊，我念過佛號呢，隻鬼就走咗啦，咁呢就錯嘅解釋，明唔明白？佢同你 set 翻好曬，即刻攝到嗰個系統啊。因為你電腦係識教啊，人腦唔知點教噶嘛，呢個呢就係教嘅，即係教翻正，用一種嘢嚟做輔助性質，教翻正。咁你所有嘅喺人世間那個功能恢復正常，就不會說有了貓眼啊，又有了蝙蝠的耳仔啊，又有蝴蝶的感覺啊，那就很撈教啊，搞到即是保持在人世間的那種功能系統正常。有什麼問題？多謝啊，有個問題想問你的，就現在那個中英談判呢，就很不明朗啊，那希望你咧对，即系睇睇呢个对呢个前途咧，睇有咩睇法咯，同埋俾到我哋有咩启示。首先讲啊，我答呢样嘢咧比较系政治性，就我用个人身份答，我唔系用驻港领事嘅身份答啊，因为有冲击，即系会好麻烦。但是就是说最重要，我们香港人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如果你对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话呢，要靠人来施舍你啊，希望共产党好，乃念我们同情我们呢，就是不行。但希望那些鬼佬你整套东西来同情我们，保佑到我哋咧，又系唔掂。佢整套嘢俾你，边个保证将来冇人冇力可以搞翻呢套嘢啫？全部都人为嘅嘢嚟，系咪啊？人为出嚟嘅嘢咧，就可以人为搞翻噶嘛？你乜嘢法都冇用噶。中国大陆够多法啦，你唔信翻去睇下我哋套宪法多到离晒谱，收费都千几种嘅，多唔多法啊？但是人为的东西呢，就你整什么法来保护呢都没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香港人呢是可以自己保护到自己很紧的。那自己怎样保护自己呢？不是你的东西你就不要做。如果转朝换代的新老细你不喜欢他，你咪唔捧佢場咯，但你唔好出聲講。啲老虎啊唔惹得噶嘛，
咁你殺唔知老虎，你真係嬲佢搞佢，咁你真係自己找麻煩。咁你一想做英雄，咁就冇所謂啦。做英雄梗係付出代價。咁啊無端端嘴陽灣仔話咩知虎，其實貓都未係，咁啊撞虎啊咁，咁你咪付出代價咯，早死咯。最聰明嘅就話你自己嘅嘢做曬未先？你兒女成長未？樓會供完未？間工廠有冇爭人行錢？你自己公司嘅業務咪真係上曬軌道？嗰啲唔關我同你事，關我同你咩事啫？換老細啫嘛。深圳而家仲闊佬過我同你，知唔知啊？所以應該就安心嘅，都係你行其位數其位，你搞政治嘅，你咪搞咯，你要付出代價，就唔好怨人，食得鹹魚抵得渴。今日拎你嚟做花樽，聽日他先打爛你，數都冇人幫你數噶，政治冇情噶。但每個人追求嘅嘢唔同咧，有啲人希望佢做花中光親耀光宗耀祖啊嘛，你又唔好話人哋，等佢做，佢做咗佢冇癮噶。咁啊，整體嚟講咧，香港人真係有福氣，香港人係有福氣，無論喺嗰、那個。我哋唔担心九七，我哋担心中台统一问题，香港回归中国系历史上好少地方政权回归咧系不流血嘅，冇前后嘅动荡，唔需要用武力解决，好少嘅，呢、這个就系福气。但台湾将来有朝一日统一。有可能血流成河，会影响到香港，但呢个好后期嘅事。但我哋都作为香港人，我做一样嘢咩呢？就口头上支持中国统一咯，同埋即系希望佢当做功德一场，呼吁大家都理智。知道呢啲都係自己中國同胞嚟，但係而家世界咧就啲人分得好混亂，上海人又話北京人唔係自己有，廣東又話北京佬唔係自己有，咁啊中國落到嚟嘅咧就當我哋係外人，我哋又當中國大陸嘅人咧又係外人，喺個觀念上咧有好多障礙。其實大家到呢個時代咧，應該清咗呢種障礙，我哋一個。中華民族和一個血脈的人現在需要齊心團結，這個很大障礙，這個很重要。會談結果呢，很多人就說傾好傾一點就好了，但如果你細心諗話，傾唔掂會唔會唔好咧？傾唔掂又帶嚟啲好嘢都未定，係嘛？唔掂又會帶嚟啲好嘢嘅喎，即係等於話，好似我有個朋友，哇！佢爭做立法局議員，做到咁啊，成家又同佢擺酒又開心，以為好啦，坐埋監佢先諗到啊，原來唔做有啲好嘢都未定啊、所以世事呢，我們最單調的看法就是說這些不關我和你事，但在座在做政治家的人物這個他自己想了，但我覺得不關我們香港人事。他說香港繁榮好的，有多少個好世界呢？你有沒有粉絲啊？即使又加價啦，咁咪貴咗咯？係咪真係你有冇粉先？
咩点咧？都冇份嘅，咁使乜理咁多嘢啫？最紧系做好自己嘢，最好做好自己身边嘢。当然你话你好得闲，人去呼口号啊，搞嘢，你又想走去趁下虚啊？呢个闭下自理啦。但我觉得人咧就话，你最好做好自己身边嘢先。换国旗啫嘛，而家喺中国嘅我哋香港人就最惊个就系冇自由，咩都冇惊啊！大家自由好紧要啦，周围都走得啦，系嘛？仲有咩问题？我扣子嘅口诀咧就系通啊，记住个通字，通啊，是旺摩的大腦神經的。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但是就有機會。好的。我剛才問一個問題行不行？是啊。想問說大嶼山有個天壇大佛的。那這個大佛呢就有一些媒介呢就傳出就說那個佛教界的長老那幾個創建人是有關，就是做完之後呢相繼就是去世，請問是不是有些關係？我們不做都死的是吧？夠鐘啊，係咪啊？大家就咁樣講，就話咧嗰啲作為一個旅遊勝地咧，需要有一種形象咧招來。但係我哋話作為一個宗教嘅儀式嚟隆重搞咧，就有多少唔係幾守規矩啦。四面佛陣喺泰國都要入廟，唔入得廟堂，擺街咧都有個請罩住，尊重啊嘛。咁你如果作為教主，你擺喺露天日曬雨淋，就要將佢背海面山，咁咪違反少少天理咯。咁有人佢唔背海面山喺間廟度影唔到相啩，驚啲人入廟係嘛？咁呢啲細緻嘅嘢咧，係中國人留低嚟一個傳統嘅，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尾巴嚟嘅，所以當年孫中山先生咧係喺個佛廟度咧，我哋讀書讀過嘅。佢話：我哋呢個民族能夠企起身咧，就要咬咗佢嗰時喺個佛像度咧，係咬咗手指落嚟，就破除呢個偶像。但好通常咧，擺偶像嘅人咧係有佢自己嘅居心喺度。佢居心究竟想點咧？你哋有機會問下佢就知啦。咁如果話擺一個真係釋迦牟尼嘅樣作為紀念，而話俾人聽呢個聖人，我哋擺個樣咧要嚟紀念，希望加強呢個地方作為一個旅遊嘅觀光點，咁樣嚟口號出街咧，無可厚非，我哋支持。但係我哋擺一個又不是釋迦牟尼本來的樣子，而你去說他是釋迦牟尼的像，是可以保佑世人的話呢，我們覺得呢有些不是很合邏輯的東西。即譬如好像我告訴你，我要拿你500元，我真的不行，我差500元你給我，但你不要記住還的，冇得還啊，或者你幫我咧，你就俾啦，冇得還嘅，你會好心甘情願。我如果話咗喂，我頭先兩隻馬我喎，話中緊喎，你攞500元嚟啦，我想買啦，我冇買到，分別呢度，大家明唔明啊？即係我擺個像喺度，我呢個旅遊勝地紀念一個聖人，寫清楚釋迦牟尼唔係咁嘅樣嘅。但我哋揾唔到資料點樣，但紀念佢嘅精神同埋佢嘅哲學上嘅成就，加強呢個地方嘅旅遊點，而入面咧唔中空嘅，冇啲人入去，但你冇所謂。但你一打個宗教招牌，勞師動眾啊，又話擲地啊、揀風水啊、放方位啊、搞乜搞乜啊，可以保佑香港繁榮穩定啊、安定啊、點點啊、點樣。你拜過咧就點啊咁樣？錯！你保證我拜過點咩？你攞啲證據俾我睇，唔公道，知唔知啊？
紀念品德啦，即係要講清楚俾人聽。人咧就話，譬如我話俾你聽，喂嗱，你行過嚟一跌落呢度，嗱話俾你聽，細路跌落嚟啊，焗死啊，包死嚇、啊，你跌落嚟你行啊，制唔制？制啊嘛，制啊自己耐啦咁。咁你心甘命抵？喺中國人咧，第一樣嘢就最唔清楚呢一樣嘢。但呢啲咁嘅問題咧，牽涉到好多傳統嘅勢力啦，好多留低落嚟嘅尾巴啦，同埋人性嘅弱點啦。我哋作為喺佛學嘅學者咧，最重要係我哋嘅目標唔同，我哋工作目標咧喺我哋下一代。我哋攞一套學問出嚟擺喺個社會，俾下一代啦，咁樣嘅，你唔好理上一代錯唔錯，你又唔好要改變上一代嘅人嘅嘢，你用你現代人嘅精神，用你而家嘅智慧、你嘅知識去睇呢套嘢就算啦，因為上一代嘅留低手尾太多啦，中國。但我哋唔使擔心嘅，啲人會死嘅，最好就呢樣人會死嘅，所以佢唔會影響到幾時。所以咧對個國家有希望就係咁解，人會死噶嘛，你壓住個位入廁所唔屙啫，你而家壓得幾耐啫，係咪梗要死噶嘛？係咪先？好問題咧就結束今晚嘅聚會，將來有緣分嘅繼續啊！扣子對你好有用嘅喎，扣子嗰個支持，我前行功課好有用。你再加一個。你一加。一加。一加踎啲。